是演唱粤语歌曲，由于他的词呢并不十分的白话，所以说对我来说有一点困难。不过这么多专辑唱片里面，杨贵妃算是我最喜欢的一张唱片，因为呢他本身风格非常独特，全部都是采用国乐的乐器来演奏，所以说他的曲子也相当的优美。如果您能够看那个剧再来听这首歌的话，我想你一定很快的就能够投入在他整个歌曲的曲调当中。总是情缘也难舍。